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。另一半会做任何甜点，或每天煮三餐。每天煮三餐餐。另一半身体出轨或心灵出轨。哦，真不行啊。心灵出轨。另一半不刷牙或不洗头。不洗头。另一半大一轮或小一轮。小一轮。用不完的金钱或用不完的时间。用不完的时间。超高智商或超幸运体质。超幸运体质。两大蟑螂或两大老鼠。大老鼠。Lisa 或 Jenny。Lisa。理想型陈柏霖或金希澈。希澈欧巴。当唱跳歌手或当演员。唱跳歌手。六月十一日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，请锁定 TVBS 42频道。因为你如此耀眼。